鬆湯、西湯、老火湯合力泡製，由細飲到大嘅湯啊！羅宋湯加送外賣，仲有印度風味。40個豬肺到啦 ！A lot of the spices have medical properties。馬思唯第一次試立體 pocket soup， 又凍又咁嘅，好濃好香。法國 Stone 蜗具呈現主角，星期六晚7:30 ，Now 101台。由呢集開始，睇緊節目嗰陣，撳遙控器上嘅紅色掣就可以攞當集嘅食譜啦。